多少钱一张啊？120一张。120一张。嗯，前台价是这个价。对。哦，在网上买会有优惠吗？在网上买，在我们那儿万达 APP 上，请你不要用这个款，请问是公司的吗？我们自己就拍买票的过程啊。嗯，麻烦一下，问一下那个无名的值班经理，稍等一下。这是干嘛？你快点，我手机没电了。没电了着啥急啊，你直接去现场买电影票不就行？现在还能在现场买电影票呢，那个东西没取消。为啥要取消？你总有手机没电的时候吧。没办法，手机没电了只能在现场买啊。哦，今天我就教你怎么在现怎么用你的现金。怎么用我的现金？今天就教你怎么用你的现金在现场买票。那谁不会呀、啊、学用你教。你知道吗，好朋友出门只带10块钱，咱们主打的就是陪伴。找到卖吃的地方就找到了卖票的地方。你看那上面有显示屏，有电影时间，哪个厅什么价格，你可以直接这么贵啊。对，太贵了，别买了，走啊。为了教会你们怎么用现金买，今天咱们这钱花了就我的钱。告诉服务员按哪个就可以，还能自己挑座位。你坐这儿，我坐这儿。120一张。当时觉得有点贵，所以随口问了一句，网上买会便宜吗？那请你不要用这个款，请问你是公司的吗还是第三？我们自己就拍买票的过程啊。万达到处都有监控，如果第三方录这些要提前跟我们说，所以说啊，我们又没有干嘛，我们只是来买票看电影而已啊。哎，这边就希望你把刚才录的先删了。啥也不是，散会。